哎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 ？GPT 居然已经可以替人看病了。谷歌最近发布了一个医疗大模型 Mendapan2， 它已经偷偷的在诊所实行了2个月，表现得非常出色。它可以回答1000多个实际医疗场景的问题，而且呢，在9项基准测试中呢，就有8项达到了专家水平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 AI 医生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而是正在慢慢的成为现实。尽管呢，在实际应用落地中呢，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，但不可否认的是 ，AI 医疗领域呢，已经成为科技巨头们紧盯的一块重要阵地。毕竟呢 ，AI 医生可以给医疗资源紧张的地区提供很大的帮助，让更多的人呢，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。那 AI 医生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？其实 AI 医生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的一种智能系统，它可以模拟人类医生的思维和行为，通过自然语言处理、机器学习、计算机视觉等技术与病人进行交流和诊断，并给出呢合理的建议和方案。 AI 医生不仅可以处理常见的疾病和问题，还可以处理一些复杂和罕见的情况，甚至可以发现一些人类医生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些细节和线索。 AI 医生较早之前呢，已经在一些医院中投入应用了。有了 ChatGPT 之后呢， AI 医疗就有了更多实质性的进展。比如 Carbon Health 基于 GPT-4 推出的 AI 工具，它可以根据医生和病人的对话呢，自动生成诊断记录，这比医生自己操作快了12分钟呢。目前呢，这个 AI 工具已经被130多家诊所、超过600名医疗人员使用。美国旧金山的一所诊所表示，在用了这个工具之后呢，来就诊的病人数量增加了30%。还有国内的 ManageGPT 基于 Transformer 1000亿的参数大模型，它可以全流程覆盖问诊、检查和诊疗方案。目前呢，已经接诊了120多名患者。最近呢，国内还有一个很震撼的事件，就是 AI 医生和三甲医院主治医生的大 PK。他们一天时间呢，接诊了120多名患者，涉及7个科室。结果呢 ，AI 医生的综合得分为 7.2， 真人医生的综合得分是 7.5， 比分的一致性达到了96%，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。专家们还发现了一些彩蛋，比如 AI 医生能够根据脚底板疼痛推断出颈神经压迫的可能性，这是一些经验不太丰富的医生可能做不到的。这次 PK 赛呢，是国内首次公开化、规模化、权威化、全流程化的 AI 医生评测，在全球呢也是第一次见到。这次评测呢，不仅展示了 AI 医生在各个科室领域的水平和能力，也展示了 AI 医生与真人医生协作和互补方面的一个潜力和价值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未来呢， AI 医生可能会成为真人医生的得力助手，或者甚至是真人医生的一个替代者，为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呢做出更大的贡献。所以说啊，AI 医生呢，已经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了，而是真真切切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。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快、更准确地推断疾病，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方便地获取医疗信息和服务。那么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分享你们对 AI 医生的想法和期待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 Sandy。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 AI 创业、AI 学习的相关知识呢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点开旁边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！